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，你说。我听说我们公司研究的戒断药，吃多了也上瘾，这算不算是新型毒品？戒断药，它是一个新的方向，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。CR冲锋在前。 那是要分走很多人蛋糕的，所以现在有些人他跳起来造一些谣言，很正常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这个项目还有一个开发者，就是苏联。我们03年的时候在一起做一个戒断药的课题。 当时就连负责项目的教授都准备放弃了，可唯独他留在实验室里整整3天，3天的时间就研发出了一个新的试验方案。虽然最后没能攻克，但是他的观点在当时绝对是前瞻性的，甚至是最具前沿的成果。 戒断药是他的梦想，也是我的。我现在做的所有工作，就是为了能够延续我们两个共同的使命。你对小暖的好意，只是因为苏林吗？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？毕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 失去了，才会觉得宝贵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你会越发觉得它宝贵。酒没少喝呀，很多年没这么聊过天了。我相信。 我给你留个名片，这上面的号码专属你一个人的。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，尽管打电话。当然了，如果以后我有事情找你，作为朋友，你也不许拒绝。还有什么事情是我办得了，而您办不到的？成人的世界里。 很多选择都是非自愿的，但是不管你选择什么，你都要承担相应的结果。来。
陆明松跟谭家是什么关系？你和你父亲的事情我知道，你有情绪很正常。我认为你们需要一个缓和期，你可以逃避甚至仇恨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最终的选择就是选择原谅。我是一个过来人，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，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用刀子去戳最亲近人的软肋，只能让你更加的痛苦。坦然面对，可能你会更轻松一点。她是我的母亲，一个苦命的女人，她这一生过得非常不开心，可我当时并不理解。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，但天人两隔，他再也看不到我为他做的事情了。所以小暖，我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。我明白了。哎，小暖，你家大人又送了呢。对呀、啊。小暖，把的谎言乖乖吃饭。吃饭？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给你送饭来了呀。跟你说了一万次，让你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你这天天又是送饭，又是送水果的，我同事全笑话我，我以后还怎么工作啊？我是你爸，他有什么可笑话的？都是带着爱做的饭。你是不是学陆总了？啊啊！我知道你跟杨妈在想什么，他堂堂一个大公司老板，我一个小破实习生。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呀？我们其实也没。行了行了，你下次再给我送饭的时候，你就偷偷的送，咱俩约个地儿，我过去拿。哦，明白。今天是不是又是外卖炒蛋？嗯。我要吃糖醋排骨。好，回去给你做啊。今天先把这个先吃了，好不好？啊。王姐，嗯。你现在这个消费水平可以啊，啊、嗯，工资待遇不错吧？喂，两万八，还行吧，六万五，这么高啊？那这顿你请啊？你这一下子就吃了我半个月工资，半个月工资啊？太少了吧？那你一个月就几千块啊？你现在干什么呀？人民警察。警察？嗯。警察这工作适合你，我记得上学那会儿，对吧？天天追着男生跑，嗯，都是为了正义啊。那我们为正义干一杯。好嘞，人民警察。嗯，嗯。哦，对，王姐，嗯，我听说你们公司是世界顶尖的科研集团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是这样。嗯，我最近啊，正在调查一个案子。这个案子呢，需要涉及到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，就是刚好和你们公司性质差不多，所以我想，要是方便的话，能不能帮我弄一些资料，可以让我研究学习一下？小磊，我就说没那么简单吧，绕了一大圈还是有事儿。不是，真不是，不是正好说到这儿了吗？就看看你能不能帮上我。你呢，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个行业。嗯，这个随便给别人提供自己公司的资料，那是大忌。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我以后在圈里还怎么混呢？再说了，要是让我们老板知道了，
肯定第一时间就开了。你放心，不会让你们老板知道的。嗯，你要是方便的话，就帮我找一些资料。那你得答应我，绝对不能泄露出去。不会，我就是拿来作为参考，你放心。行，我帮你找找看。啊，那这顿就得你请。可以啊，我请就我请。服务员，我们还要加一份烤鹅肝。谢谢。道格拉斯蟹，你爱吃？是，我知道你爱吃。啊，需要喝点红酒吗？哦，我不会喝酒。道格拉斯蟹，真是太久远的记忆了。记得当年我在洛城的时候，可没少从你妈妈手里敲诈。那你坚信我吃这顿饭不亏啊？当然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爱吃道格拉斯蟹吗？为什么？当年我们都挺穷的，每个月挣的钱只够填饱肚子。有一次我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你妈妈看出来了，结果她特意把我请到家里给我做了顿饭吃。那一顿饭啊，真是我这辈子吃的最满足的一次。就是这个道格拉斯蟹。对呀、啊。那个时候你妈妈手头也不富裕，我记得她还是从超市里买的满是清仓的螃蟹。在我印象里，我妈妈一直是个很善良的人。是的。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就发过誓，无论你妈妈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陆明松都会倾其所有帮助的。可惜啊。没什么好可惜的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释怀。还好我碰到你了，你知道吗，每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你妈妈没有走远，她就在我身边，而且你学的专业跟她又这么像，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。我在中国可没法买道格拉斯蟹贿赂你。没关系啊，只要你在 C4 项目组里做出一点点成绩，比买道格拉斯蟹还能让我开心。当年我们读书那会儿啊，你妈妈是最会做笔记的，她的实验记录图文并茂，甚至超过了书上印刷体的图案。小暖，你要是能找到你妈妈的那些宝贝，你一定要好好看看，因为她可以直接佐证我给你的那些论文。好，我回去一定要好好找找。其实 C4 计划跟你妈妈当初做的一个戒断药的实验理论有着相同的基础，只可惜啊，我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她的实验成果。小暖，如果你能得到你妈妈的真传， C4 项目就是证明自己的机会。如果她成功了，你知道
它意味着什么呢？你不仅能够站在同龄人的塔尖上，同时你还能完成你妈妈未竟的梦想。只要能帮你完成这个梦想，我一定尽力。错，不是我的梦想，是我们的梦想，我们要共同努力。好，陆总，那我就以水代酒，敬你一杯。好啊。